随你吧，我坐公交车来的啊，这边。他是谁啊？他你都不认识，盛景初啊。 盛景初，警察叔叔，你们一定要严重这种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行为啊！我不是。哎呀，我是自己作死了吧？ 见面了，我们俩没见过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别人可能认错，你认不错。我这一直就戴着口罩，就没摘下来过。再说了，我们坐的根本就不是一辆车，我坐的是二三三，你坐的是三三二。你怎么知道我坐的那路车？反正你就是认错人了。快走。 对不起，盛先生，不大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要是有气，你打我也行，或者说你大人有大量，你放了我也行。不放。反正我今天够倒霉的了，动手吧。 陈良 ，Nice to meet you. 柚子味儿的吗？嗯。什么柚啊？柚子也分好多种啊。 什么沙田柚啊，关西蜜柚啊，红柚啊， Nice to meet you. 小偷还挺幽默。哎呀，我这人吧，经常就是口无遮拦，你当我童言无忌也行。我今天是怎么也没想到你就是为妻大神吗？你要实在气不过。 我给你录个视频，公开道歉也行。不需要，我没生气，你是见义勇为。我本来还想着等你比赛结束之后，去找你做专访，但没想到闹了这么大误会，我也不敢去找你了。你不用找我。我知道你从来都不接受采访，我以后也不打扰你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找我。 我就在这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答应我采访了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先去吃东西吧。没事，我不饿。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有啊，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小店。 只要你不嫌弃，带你过去。听你的。走。这是我们家小店，只要你不嫌弃就行。不嫌弃，很好。
我叫程了嘛，然后门口那个招牌上的程叔就是我爸。小管今天休息，我再叫他出来做有点麻烦，你要不嫌弃我去给你做。好啊。就像星星和夜的时候，那点什么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，是不是你也在期待心底那一句Nice to meet you。干嘛呢？这样分开就不好吃了。习惯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炒饭呢，你得这么吃才好吃。看着，嗯，好吃。我可能自己一个人时间久了，这么吃才显得没有那么无聊。哎，可是你要去医院的时候。这医生举起彩超一看，这个人的胃好奇怪哦，怎么一层红的，一层黄的，一层绿的呢？长得跟金字塔一样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跟我玩猫和老鼠呢，一进屋我就闻见蛋炒饭的味儿了，空调也不关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没别人了呀。我是说，除了你还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我厨房里做饭？不是饿了吗？你饿了回家吃啊，爸给你做呀。大晚上一个人在店里，你得把我厨房给我点着。哎，爸，我不是怕太晚了折腾你吗？那个，厨房我已经收拾完了，咱回家吧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行，回家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关灯啊。回家，走吧。你做好了啊，大神，挺住啊，我会很快回来救你的。哎，爸，我取包去了啊。啊。哎呀，我这上警处不挺好吗？你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道歉呢，本来是想来给你做顿好吃的的，结果没想到就给你锁里边了。哎呦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我们再约个时间做专访？好啊。哎呦，我都忘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方便加个微信吗？方便啊，特别方便，怎么能不方便呢？你找一下。我带人吧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姐，不是去拿个东西吗？怎么还不回来？大晚上的，多让人担心啊！我去接你吧。哎，你不用来接我，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。那个，
那个，你有什么事你现在电话里先跟我说一下呗。咋了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这地方够远的了。我怕再被拍到，给你添麻烦。你要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说吧。我以后真的不能找你了吗？我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说说，我一个基层小编导，我要还能采访到你，我肯定会特别珍惜的呀。如果小琴说了什么不对的话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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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，其实吧，她也是为你好嘛。我也确实是说了一些比较过分的话，不过还是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篇采访稿。至于绯闻什么的，哎，就让它随着海风飘走吧。希望这件事不会影响我们成为朋友。哎，去。海风太凉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这么敏感的时候，咱俩还是分开走吧，别玩火了。我先走了，衣服改天我再还你，谢谢。盛先生，我用了很卑鄙的手段让他答应了。来了，盛先生。我严肃认真的建议你一下，管一下你家助理小琪。哦，他这简直就……哎，算了，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说吧。累了吧？吃糖。手机。短。打开微信。我不是故意要拉黑你的。答应我。嗯。以后不要拉黑我。嗯。为了乘客的方便，本次航班提供 WiFi， 有需要的乘客在开启飞行模式后，待飞机飞到稳定上空时，自行连接 WiFi。空调请不要直接对着盛先生吹，容易感冒。这样角度合适吗？可以。开着空调时请给盛先生盖一条毯子。我自己来吧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放着我来就行。盛先生喝水是温水，最好是45度左右。你好，女士，请问这边有什么需要？你好，能给我一杯45度左右的温水吗？您稍等。哎，谢谢。程亮，嗯，你不用听小气的。没关系，只要能转正，我什么都认。师兄吃早，请上车。不是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叫他师兄，当然叫你吃早了。我就是来跟拍的，我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？盛先生，你管管他呀。上车。哦，上车。坐里面。
师嫂，你坐那可是宝座哦。什么宝座？把安全带扣好。你在吗？那个不好意思。陈良，过来一起吃饭。服务员刚把餐送到。服务员？他不是服务员吗？沈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。我叫 Lisa， 是松果视频的主播。刚刚呢，是我跟陈良商量好，给您开一个小小的玩笑。是吧？你知道他那身衣服有多贵吗？结果被你给当成服务员了，你这是第一个没有拜倒在他石榴裙底下的男人，我得敬你。我约的是你，又不是他。哦。先生，请问喝什么？再见。谢谢，我最喜欢喝烧仙草了。嗯，好喝。这么好喝吗？但其实吧，它烧仙草的味道呢，也说不上是多好，但是就是口感挺特别的，就像有些人第一次喝凉茶，哇，怎么是这个味道？但是喝久了呢，反而会喜欢它那种焦苦的中草药味。你对这些吃喝很在行啊。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奶茶店打工，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他们家的蛋糕。既然你这么喜欢，为什么要换工作呀？
我爸跟我姐觉得打零工没前途呗，就让我去孙国食品做编导了。他们怎么跑那么快呀？一眨眼功夫就没了。刚好还看见他了，在那边。我刚看见。那儿呢？那儿呢？快快快，快跑拍！哎，有人偷拍，快走！啊，拍到没啊？没有啊。真没有，追呀！你为什么老让我坐这儿啊？小姑娘，你坐那个位置呀，是我们全车最安全的地方。你想，一有紧急情况，我一打方向，副驾驶位置啊，那是最危险的。原来这就是曹西和说的宝座。现在呀，很少有男生这么懂得照顾女生，小姑娘好福气啊。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阿切，喂，喂，我已经到后院了，你是走了吗？哦。你怎么想起来晚上来后院的？我想了几个澄清方案，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我觉得这件事要不然先放一下吧，你马上就比赛了，一切以比赛为重，别被这么无聊的事给影响了。好，听你的。嗯。哎，我看见块蛋糕是你送的吗？不知道怎么给你赔罪，但是知道你请我吃蛋糕就定了。你这么说我还挺感动的啊。你在这儿等挺久的了吧？我没有。你现在马上回屋，外面太冷了。好，拜拜。阿奇，来了。你好，这是盛景初先生给您送过来的。哦，谢谢。这个人自己病成那个样子了，还能想起我。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。你脚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哎，我没事没事，你起来起来起来。就是发烧了嘛，快去休息，快去。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啊。你小心点脚啊。没事儿。谢谢。你不用跟我说谢谢的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本来就是你助理嘛。嗯，再说了，你发烧也是因为等我，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你比赛，我心里更过意不去了。程亮，嗯，
多教你下棋吧。你都发烧了，好好休息。你不觉得这样太安静了吗？嗯，下棋的顺序是黑先白后。哎，我知道这个地方，哎，叫星位。没错，叫星位。那这个点叫什么？叫做天元。如果黑棋第一手想要站脚的话，需要下在自己方向的右上角。这一手叫做静手，要把距离对方最近的脚留给对方，表示尊重，也是围棋的对局礼仪。那黑棋的第一手能下在天元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围棋之子的手是这个样子的，中指在上，食指在下，夹住棋子，手指呢要微微有一点弯曲，从侧面看像是鹰嘴一样，试一下。夹子的力气不能太轻，也不能太重，太轻了棋子会滑落，太重的话就给它挤掉了。你看，再试一下。哎，好多了。你说说，我跟你学下棋，我还得从怎么直子开始学，这简直就是个大工程嘛。你这还发着烧呢，你赶紧休息吧，不然我这心里又得过意不去。水烧好了，我去给你换杯热的，你赶紧把药吃了，多休息，多喝水，加油。吃了，苏州之行辛苦了，回家就开心的吃起来吧。巧克力那块是给你姐的。你们俩先聊，我去给你们倒点喝的。小心。没事吧？你没事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能让鞋带绊倒？下次出门注意点啊。这要是让你姐知道你在我这受伤，那她不把我给……行了，你别去倒水了，过来坐下。
盛先生，其实我最近一直想去拜访您的，没想到您就来找我了。我们准备制作一期大型综艺节目，名字叫做《全能挑战》，我非常的希望能够邀请到您作为第一期的挑战嘉宾。我不参加。要不这样，我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。不用。所以您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给知了道歉？对啊。我走了。加个微信。盛先生的意思是说，参加节目还有的商量是吗？没有。那您要加我微信是？看看。程良。哎。我走了。再见。其实吧，这个节目它挺好的。你希望我参加？而且我姐跟徐师哥都说这个节目会火。如果你要去的话，程了，你想让我参加吗？好，那我来。真的？那我现在就去把资料发给你。我发给你助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再见。大神，谢谢你。志亮，你看着吧，现在现场氛围虽然好，但大部分观众都是冲着盛景出来的，等一下他上场的时候气氛肯定会更好。那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请他来的人呢？必须有奖励。准备完毕，请选手做好准备，观察时间开始。视频播放结束，请开始作答，计时开始。5:07, 45:24, 58:28。双方已经完成了作答，想知道结果如何，请看大屏幕。尽管我们的加唱选手已经非常快速精准的作答，但依旧比我们的白泽慢了1秒多。第一回合人工智能白泽胜出。这条怎么样？还不错，给程叔买。给徐痴哥买的。他过生日。告白礼物。我决定今天晚上正式向徐痴哥表白。不瞒你说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俩其实一直都是互相喜欢。你看，他知道我喜欢吃蛋糕，虽然人在外地，他总是想着我，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网红蛋糕。我最近才发现，他一直不敢跟我表白，就是怕万一表白了，结果被我给拒绝了。我们俩连朋友都做不成，那既然他是个闷葫芦，就让我来迈出这一步好了呀。你说我一个女孩这么主动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说这些的啊，我连言小都没说过，
你给我个主意嘛，这领带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。那这款式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。感觉你这样是不太行啊，我再看看别的去。哎，这个好不好？还行。我什么都是还行啊你。还行。哎，这个好吧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嗯，还行。嘿，我本来以为带你来能速战速决的，结果没想到比我自己一个人逛还累。跳跳，怎么样？都还行。都还行，你帮我挑挑嘛，哪个好吗？我有点事儿，我可以先走吗？你是有什么急事儿吗？啊，再见。我觉得全世界所有的美食加在一起都不如你。这丫头不会是想表白吧？其实我想说这个秘密，想说很久了。久了我都有点害怕，我害怕我再不说我们两个就会一直保持这种距离，一直浪费时间，然后就错过了。所以我想说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圣经出许池哥表白，我下了多大的决心吗？我就差最后那一下了，你干嘛呀？小易，既然今天有个美好的开头，那我就把压抑在心中多年的话也说出来吧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悲伤自叹真心
静的让人窒息，宁可永远蒙上眼睛，现实才不会提醒。睡醒了，头疼吗？那个有点儿，都是些小问题。喝一杯蜂蜜水。那个，我昨天是怎么回来的呀？是我送你回去的，但是到了门口，你就把我推开了，说要自己敲门。Daddy， 开门！开门！那我还说了什么奇怪的话吗？没有，只是把你喜欢徐迟的过程完整的讲述了一遍。那个昨天的事情真的就只能算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啊，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好。哎，你尝尝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错。和你记忆里的味道一样吗？那就还是有点差别。烧火。没事儿，吃饭吧。这个。是你说的那个失而复得的皇室印章吗？这个沉香木的味道好奇特呀，感觉没有其他沉香木的味道重，但是闻起来又很悠远，让人感觉很安心。喜欢的话，送给你。这不用，我就只是闻一下而已。你们家的花园也好特别啊。有什么特别的？别人家的花园，文雅一点的会种花，务实一点的会种菜。你们家的花园，一棵树，一地草，也太可惜了吧。大神，我虽然还没想好宋嫂鱼羹应该怎么做，但是我已经想出来了一个另外报答你的方法，可以先抵着。又有什么奇思妙想？哇，你这地方这么好，你也太没生趣了吧。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透明的花房，一年四季都种上鲜花。哇塞，你这是什么神仙日子呀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请让我活上神仙的日子吧。真的吗？你同意了？就是怕你太辛苦了。我不辛苦，园林专业高材生的快乐你是感受不到的。以后呢，我下了班就过来，
再加上每周末，这应该很快就能完工了。这么说，你就要经常过来喽？可以吗？就这么定了。好。哇，这车好漂亮啊，颜色也好看。这标看着好眼熟啊，一匹小马，两个前腿往前面一。这车可真是太酷了，你喜欢？嗯，送给你。我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？不行，你这车我可不能要。反正我也开不了。无功不受禄。你给我做饭了？我给你做饭就行吗？那我不得给你做一辈子饭啊。回忆是能换男主角的，能把你从墙上救下来的不止一个。你可以在生日这一天刷新一下你的回忆，这样你再回想起这个地方就不会难过了。对不起，我好长时间没蹦，然后给蹦懵了。你是女孩子，不需要说对不起。我是觉得今天一天都挺开心的，结果什么被我一搞，有点煞风景。这样记忆会更深刻。有个芝麻，谢谢啊。我刚吃东西，然后不小心蹭你脸上了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我就说煞风景嘛。
神。我在夜深一刻怎么过，万家灯火迷惑我，手捧的咖啡冷掉了，希望你能续杯温热。我在想你时刻颤抖着，我就想说你加油，那个就算输了也没关系，蛋糕咱们照样吃，大不了了，我来给你变个狐狸。知道了。陈柳，嗯，好的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你说。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，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，根本不够用。我想时时刻刻和你在一起，想靠近你，更了解你。我是个很无趣的人，你现在看到的我并不完美，但还好一生很长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完善自己，也许到最后也没能成为你想要的样子，但我会尽全力的。聊聊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人，但现在的我很明确的知道我喜欢你，很想很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知道你要跟我说这些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说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太突然了，给我点时间好吗？Waiting for you. 你给程亮发信息了？你发什么了？我看。是什么颜色的？好奇怪啊！我用手机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黑白色的，好像是我手机坏了。
喝了好多酒，好难受，突然间好饿，好想吃你做的饭。我完全没有印象。想吃枣？喝酒了？没有。我给你炖了醒酒汤，你们俩要不要一起喝点？真的吗？好。好多事儿要做呀，太忙了，今天改天啊，石总。对呀，特别忙，看你不知道在忙什么。这汤，走了，石总啊，石娘再见。哎，快！好喝吗？好喝。你用了很长时间吧？没有，你不是说想吃我做的饭了吗？你慢点喝，一次别喝太多，小心胃不舒服。你头疼吗？有点。来，把这个给我，我给你按按。你还会这个呢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技能我已经得到认证好多年了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我爸就经常喝酒，喝完了第二天头特别疼，我就给他按。然后呢，我姐上班了，工作上面有好多不顺心的事儿，我后来就给他按。我现在啊，已经变成了职业的醒酒大师了。哦。你想想，你一会儿想吃什么呀？我去给你做。不用了。怎么了？你不用太辛苦了，我喝点汤就好了。那我去看看花。吧，到底约没约你啊？要不然你就跟我们一块走得了。约我了呀，真不用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还是开车先送你过去吧。真不用。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我们盛大神果真别致啊！上车吧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那跑车都过时了，我们自行车才最流行，环保。哎呦，哎，坐这儿。坐好了。
刚煮好的姜汁可乐。谢谢。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。调料就这么多吗？嗯。伞在哪儿？我去买点吧。我陪你。等一下。谢谢。伞怎么了？这把伞坏了。坏了，我可会修伞了。小的时候啊，我们家伞老坏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就是这把坏。小小太阳照在琴上，赶走了忧伤。小小太阳每个夜晚照耀我远航。小小太阳是你的光，风雨为我挡。让我靠一靠，靠在你的肩膀，一辈子突然觉得不太长。让我尝一尝你手心的味道。你帮我一下吧。我让你帮我洗菜。哦。西河说，当一个女生很专注地看一个男生的时候，十有八九是对他有意思。那可不一定，也许，也许，也许这男的脸上有饭粒儿呢。骗你。为什么骗我？我喜欢看你被骗的样子。线这么长，不愧是高智商大神啊！婚姻线一直延伸到了这儿，说明你很注重灵魂的交流，而且你还很长寿。我看看你的，嗯，智慧线有细碎的分支，说明你思路多变。情感线上面有个羽毛状的斜纹。说明你为人热情，心思细腻。生命线和婚姻线都很长，说明可以和爱的人白头到老。学的还挺有模有样的。星星和夜的邂逅，你
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，是否是你也在期待心底那一句 Nice to meet you。哎，小心有个蜘蛛！蜘蛛？蜘蛛在哪儿呢？蜘蛛？哪儿呢？蜘蛛？骗你的。你又骗我。我就喜欢你被骗的样子。你放我下！你放我下！下来！这个小女孩在我的记忆中存在了20多年，在我父母去世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面不停地哭。这个时候走过来一个小女孩，给了我一块吃了就不会疼的柚子糖，还对我说Me too。 怎么了小知了，针都打完了还哭呢？我以后再也不用打针了，打针好疼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小知了呢是最勇敢的。妈妈这儿有一颗柚子糖，你把糖吃了就不疼了。我要两颗。好，给你两颗。谢谢妈妈。走，咱们回家了啊。你也打针了，已经很疼吧？妈妈说吃颗糖就不疼了。柚子味的 ，Nice to meet you。嗯。之前一直不理解，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寥寥觉得他那么特别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她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。程叔，我要走了，寥寥还在等着我。那还等什么呢？啊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
我刚去买了颗糖，你猜这是什么用？ 以后叫你什么呀？我总不能一直叫你大神吧？你叫我什么都可以啊。嗯，那我就叫你熊猫。熊猫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那在我心里是特级，宇宙超级无敌独一无二的熊猫。你叫我什么呀？我就叫你聊聊。就这么简单啊？ 一点都不简单，寥寥余生，与你牵手。你也玩谐音梗啊？刚学的。你最近有比赛吗？太好了，我前阵子忙得够呛，我姐现在来送果了，公司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她那儿了，我可算能歇一口气了。我攒了点年假。 一整年就只有10天，我想留着给你一起用。想怎么用？嗯，我想去马尔代夫，你看过麦兜吗？那里椰林树影，水清沙白，是坐落在印度洋海边的世外桃源。还有，我还想学浮潜。<笑>好啊，我陪你去。 那我明天就去请假，我们一起仔细的研究攻略。嗯，那我走了。哎呀，我真的得走了。 说不定我爸现在就猫在那个小阳台上看咱俩。我走了。走吧。晚安。晚安。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每一天都是在度假，而且我还可以陪着你准备比赛。可以等我们旅行回来，我再向他发起挑战。他既然已经说了时日限定，如果你不应战，别人就会觉得是你害怕了。我才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我男朋友。拿手机，应战。聊聊，你知道你现在有多可爱吗？
可是，在你进来之前，我刚刚发微博回去了。所以，你就一直躲在这儿。我去给你买糖了，救命神糖。你还没跟我说你赢没赢呢。现在可以吃糖了吗？其实早就准备好了，只是刻字需要一些时间，就被你抢先送了。刻字，刻什么字啊 ？C M C M 厘米，蠢萌。哎，我只萌，我才不蠢呢。是馋猫。馋猫。我看看，什么嘛，分明是寥寥。我帮你戴上。才选的，我没问你项链，因为好看，我才追的。你都准备睡觉了，怎么还不换衣服呢？要不要我帮你换呢？好啊，你帮我换啊。不是，你自己有手有脚的，你自己换吗？关灯干什么？我不小心碰着的，那个就活跃一下气氛。现在我已经活跃完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你想坐摩天轮，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场就好了。
这个摩天轮跟那个不一样，怎么能随便跟别人一起坐呢？有什么特别吗？这个转一圈刚好是13分14秒，就是一生一世的意思，哪能随便跟别人一起坐？那我这一辈子也只坐这一次。我不，我要坐三次，我要三生三世都跟你在一起。就像星星和夜的邂逅，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。亮亮，以后我要每天都数一次你的睫毛。我也是，我才不喝孟婆汤，要永远都记得，永远都跟你在一起。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？明天就是决赛了，继续努力。今天又是什么优啊？加油！ Always stand by you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什么？你们聊聊天呗。好啊。哎，你是怎么想起来砌城墙这个方法的？偶像剧没少看吧？确实借鉴了别人的桥段，但不是偶像剧。是一部老电影。叫什么呀？你说嘛，叫什么呀？不能告诉你。你告诉我吧，叫什么呀？一夜风流。你还是别说了，睡吧。你陪我去逛逛吧。好，听老板的。
知道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全世界的女孩都会爱死。起码我知道，里面就有一个叫贺宇。不需要，老板一个人爱我就好。那多无聊啊！你不换个口味？不换。你永远都是最新鲜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口味。聊聊，你是我黑白世界中唯一的色彩，这确实是我们相遇的开端。有色彩的世界也的确很美，但那并不足以让我对不喜欢的人说喜欢。相反，从为你心动的那一刻开始，世间所有的颜色都只有在你身上才对我有意义。聊聊，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记忆中珍藏的心动，也许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告诉你我的真心，但还是那句话，好在这一生很长，长到我有足够的时间完善自己，证明自己。只要你能够留在我的身边。聊聊，我爱你。你对我这么好，不怕把我哄坏了吧？我才不怕呢，谈恋爱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明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，但一定要对方给你做才会感到开心。你今天下了一天棋，手都累了，必须写着啊。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。我才不辛苦呢，给我爱的人做东西从来都不辛苦。哎，